意问答。同样就是清明和冬至，是不是就是如果天气暖和的时候，就会比那个冬天的那个时候好一点啊？就比如说南半球的清明更厉害。一样一样。哦，他是讲节气的，哦，不是说你天气，嗯，又不是天气预报了，哦，他讲节气的呀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。